继续锁定我们的乐队，精彩内容马上奉上。现在我们正在上海排名第一的现代厅，我们过来今天参观一下，然后听说他们的炸猪排非常好吃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吃，我也想学一下这个炸猪排到底是怎么弄的。一般这个猪排有什么讲究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有的猪排筋不容易断，就是要稍微用点力气，大概就是四面就一直锤这样。主要你只要是看它那个厚度薄度，主要你是把那个锤上去，好，但不能太过，不然会锤烂。师傅已经教了我了，要拿这个一直锤锤锤锤锤啊！其实主要是要把里面的筋弄断了，让这个肉质更多汁一点。今天我们很快速的学习了一道经典的上海老西餐，老上海炸猪排，非常的带劲啊！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操作，亲手操作来炸这么一个我经常吃的东西。这就是一份朴实无华并且非常好吃的炸猪排了。